春节菜单加一道泰式黄金咖喱虾，大人小孩都爱它，大虾小虾都可以，剪掉虾须虾饺，剪开背部挑出虾线，适量淀粉抓拌均匀，土豆六面煎至金黄，放进大虾煎炒变色，倒入洋葱炒香炒软，来两勺泰式咖喱酱，啥调料都不用再放啦，翻炒均匀，浓郁的咖喱味香飘满屋，加少许水煮三分钟，倒入牛奶增加丝滑口感，简单摆个盘，摆成团团圆圆的样子，楼下剪两片树叶，没有就用香菜，卖相好，意头好，既简单又管饱，关注我，分享100道家庭版世界美食。